这把容易坐牢，这把真的很容易坐牢。果冻可以克兵，没啥用。变女皇我带飞啊，兄弟们，这 buff 变两个女皇无敌的，兄弟们，这 buff 俩女皇无敌，双女皇无敌，我变钢铁，兄弟们。 来两个女皇，我带飞，兄弟们，我带飞。来双女皇，我带飞，兄弟们，来来来，有没有女皇的？来个女皇呗，来个猴哥哥。女皇来家里，来来来，我在你后面，老哥，我在你后面。给这把无敌了，这把这个变个女皇直接无敌，600码，他一个女皇顶俩女皇，兄弟们。 这个 buff 女皇 CD 减慢，一个女皇顶两个，三万三万兄弟，三万三万，一个女皇当两个女皇用，爽的一批。咱们这把可以多吃点，吃到5万再走。再丢两个够了，老哥，再丢两个我5万可以冲了。来来来，再丢一个够了，先去破绳索啊，兄弟。 看我他妈都扛不住，兄弟！你看我5万血，给他们吃了个震爆弹，直接没血了，真的。吃了个震爆弹，直接没血了，真的。伤害很高的这 buff， 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敌呀、啊，有无敌都不带掉血的，有无敌真的，没无敌减半伤害太垃圾了，减半伤害。 我可能等会儿可能被一刀就砍死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减半伤害看似很强，实则弱的一匹，真的。 减半伤害看似很强，实则弱的一匹，是吧？蓝莓的盾是不是牛逼？肯定的呀，蓝莓的盾97%呢。